水充满历经，奔放万里飘荡无定，沿路有阻不减信心，风雨浪荡闲事，熊熊烈火光照万世，风雨掠过一样明亮，燃亮世家点起爱心，信前头是路径。从来道恨共浪漫应该抹去，不必计较算清，从来尽力纵任使到万难，受春风呵护繁盛，横渡大江攀过绝岭，心静路静不用疑惑，凭着信心不必退缩，信前头是路径。我和任大少爷没有一点关系，只不过是看不顺眼罢了。黄大仙，你还能算人吗？我不是人。当然了，你助纣为虐，帮那些豪门大户做开门的走狗。姑娘，你可不能乱说话呀，怎么见得我做了走狗呢？当然了，那个任大少爷仗着他老子的势力欺压良民，人人呐都恨不得吃他的肉扒他的皮呀。是啊是啊，他做的坏事我也略有所闻，可是你们设下圈套骗他们的钱财，那也不对啊。我们呢才骗了他不过十万两，无非是想救济天下千千万万的穷苦老百姓们，让他们暂时有个温饱啊。姑娘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想夸我们啊，侠义为怀，人心人数等等，是不是？算了吧，你就全免了吧，因为我们做事从来都不想别人知道，更不用别人夸奖。是啊，要是你以为我做错了呢，那就这样，把这些银票呢，送回给那个任大少爷，让天下的穷苦老百姓们继续挨饿，好不好啊？那拿回去吧。你倒言之有理啊，不过，哎呀，不过什么呀？他呀，每一年搜刮的民脂民膏啊，千百万两啊，我们现在只不过拿他十万两而已，算得了什么呢？还是啊，那要不要我帮你们把这些银两分派给那些平民呢？那就不必了，我自有主张。好吧，那在下告辞了。请。姑娘，那又干什么？你最近是不是整天气喘得很急，两手抖得很厉害？你怎么知道？看姑娘你心虚气弱，皮肤红肿，一定有恶疾缠身。如果过几天有空，请到张家村来找我，我帮你医治。哦，好，你走吧。过几天我会拜访你了。请回啊。好，告辞了。请。喂，指天教，你这要搞什么劫富济贫的事啊？当然了。啊，是真的，真的劫富济贫呢，救济那些像我们这么穷的穷人呢。你真是傻，要不是这么说的话，又怎么能骗得黄大仙走呢？你可真糊涂啊，想在他那儿要钱呢，真是。在他身上刮一分钱都难呢，还说什么济贫呢？怎么样，师爷？大公子啊，这次我们上当了，地图是假的呀。怎么回事？我派了手下按照这张地图的指示去辽东去找宝藏啊，谁知道一到那儿啊，根本就没有地图上所说的白虎岭，所以我只好……岂有此理！马上去找他！是，小红，岂有此理！公子，一个都没有啊！岂有此理！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被人骗过。
不行，我要告诉我爹，让他帮我出气。我说大公子啊，千万别这样啊。如果大老爷知道你啊贪图美色，被人家骗去十万两银子，那是一定会大发雷霆。要不怎么办呢？只有出去搜查了，我不信能飞掉啊。查查查查什么鬼呀、啊、又没线索。线索啊，有。嘿，那天黄大仙在场，他还说小红的父亲身染重病。嘿，这两个人一定是有关联的。我们只要找到黄大仙呢，一定能够行的啊。进展得很不错。多谢黄大夫。黄大仙。任大公子，你找在下有何贵干？别在那儿装疯卖傻了，你满口仁义道德，暗地里串通那些坏人到处骗人。大公子何出此言？黄大仙，你真行啊，你居然串通小红骗我家大公子十万两银子。你老实说，小红在哪儿啊？师爷，你误会了，我和小红姑娘素不相识，又怎么会串通呢？哼，一句素不相识就可以推得干干净净吗？就是啊。像这种人呢，不见棺材他是不掉泪的。别再废话了，你马上跟我回去，我要问个明明白白。走。好，现在不要帮害吧，我们全都帮你的，我们全都帮你。好，干什么啊？造反？是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走。黄大仙，我今天放过你，过几天再来找你。走。姨什么呀？姨，我是专程来找你的。你刚才没看见任大少爷带着他的师爷来找我出气吗？看见了，所以我才偷偷的溜进来嘛，免得撞个正着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小心一点啊，任大少爷向你报复啊。哎，用不着替我担心的，我指天将会这么容易被抓吗？别再说这个了，我是来请你替我看病的。怎么样，要不要紧呢？你的病并不是十分严重，不过需要一段时间来调理。可是如果你的心术不正，那就对医治这个病造成很大的障碍。我心术不正？我慈悲为怀，还劫富济贫才是真的。是，但是你整天想着那些旁门歪道的玩意儿，当然是心术不正了。那这个药丸你吃下去，你的气喘和手发抖呢就会慢慢好的。那就谢了。这个药丸呢只有三天的功效，过了这三天啊，你的手抖和气喘的病症就会再发作的。那我不是整天都要跟着你吗？那倒不必，我会分别给你配好七副药，你留在这儿30天，由我慢慢帮你调理，你的病就能完全好了。好吧，只能这样了。岂有此理！我任大公子从来没有像这样丢过人呢。哎呀，大公子啊，张家村那些村民呢，这么帮黄大仙呢，我们就很难再去找他了。难道真的想让人家给揍一顿吗？那怎么样？难道这口气就这么咽下去吗？哎呀，大公子啊，我们应该从长计议，慢慢的来呀。慢。如果让我爹知道了我花了10万两银子，还不知道怎么收拾我呢。从长计议。哎呀，那倒也是的，但是那怎么不来请教我呢？大太子，大太子，你全听见了。要对付黄大仙并不困难。那，你们说张家村的村民都帮着黄大仙，那我们就趁夜晚悄悄地摸进去，把他绑了出来。到时候，你们要怎么样都行。但是，只怕我们到时未必能够制服黄大仙呢。以我加上岳峰，对付一个黄大仙。绰绰有余，多谢大太子相助啊。岳峰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做。我要让黄初平和任天行结下血海深仇。任天行对太子这么好，他一定会帮你取得皇位的。岳峰，你太单纯了。任天行这个老狐狸心狠手辣，他一直想把黄初平据为己用，
如果他们两个结成联盟，对我就大大不利。凡是阻碍太子完成大事者，都应该出去。走吧，师爷。哎，是。快点，快走。快走啊！快走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飞龙太子，为什么你不走？哼，走这么快干什么？找黄初平报仇去啊！这个仇你不用去报了，我会替你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机会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大公子，你不要怪我。如果你要怪，就怪你是任天行的儿子，因为我要借你父亲的力量去报仇。不要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回侯爷，大少爷和师爷的尸体是张家村的村民抬到衙门的。真是饭桶，怎么不问清楚就把村民全部放走呢？回侯爷，我们已经问清楚了。据那些村民说，大少爷的尸体是今天早上挂在村口的。还有啊，据小人所知，大少爷和黄大仙曾经有过冲突。黄大仙，侯爷，我在里面听到，大少爷，凶手抓到没有？你去看。这支金针是大夫治病时候用的。大夫用的金针。又是黄大仙！你们这些饭桶，在日落以前带黄大仙来见我。是。如果那些村民反抗，就全部放火烧了他。遵命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逃啊！黄大仙，黄大仙，哎，黄大仙，外边，外边好多好多好多什么呀？是不是今天不好啊？不是，外边。外边好多官兵包围的村口，说你杀了任大公子，要抓你见侯爷啊！任大公子他，怎么侯爷会误会我杀了任大公子呢？黄大仙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跟他们回去见侯爷。你不能去啊！你去了就没命了。我不去就会连累你们。小妞，逃避并不是一个妥当的办法，不去面对困难，并不等于困难就已经解决了。黄大哥，我也去。你要过来，冲过来啊！我们只要黄大仙一个人顶受，城里的快让开，我们不会让你抓黄大仙的。他没有杀人啊！我没有说他杀人，只是要带他回去见侯爷。说什么都没有用啊！我们不相信你们，总是不让你们抓。好，如果你们再这样，就不要怪我们手下无情。有胆子就来啊！不错，别忘了我们全村的人性命都是黄大仙救的，今天我们要为他而死的。对对对，来，放马过来，杀手。大仙，黄大仙，黄大仙，怎么回事？你要救我！你怎么样啊？黄大仙，黄大仙，快点束手就擒，跟我回去见侯爷。可恶，岂有此理！你们先和那些村民出村，然后到后山去避一避。啊！爹，
他们已经躲开了，先走吧。娘，别走，不走，我不走。干得好，哎，这些都全靠侯爷的安排，所以才能够办得这么好。这次放火烧村呢，而且烧掉黄大仙这个眼中钉了，所以才能这么成功啊。啊，那现在整个张家村呢都烧得干干净净了。我想少爷在天之灵一定能够瞑目了。总算替我儿子报了仇了。你们两个干什么？难道有什么事瞒着我吗？没有，岂有此理！侯爷叫你们两个说呀！哎呀，跪下！说，是是是，是我们奉命去山家村。说，村是烧掉了，不过，不过我们没有找到黄大仙的死尸啊！什么？你们两个真是饭桶！哎呀，你们两个饭桶！黄大仙，我一定要他死在我的手下！出去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侯爷，您请息怒。黄大仙这次虽然逃掉了，我想他始终都逃不过我们侯爷的五指关呐。想不到一世英明的任天行，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太子，你喝得太多了。没有，我不会醉。如意，今天晚上我很开心，你陪我一起喝。好，你先坐下。皇初平，虽然这次你逃出了劫数，但是你太平不了多久的。太子，到底你和那个人有什么深仇大恨呢？哼，如果当初不是他从中作梗，做龙椅呼风唤雨的，绝对不是我皇帝，而是我。现在我飞龙太子，不但要寄人篱下，还处处受人追杀。原来太子和黄大仙有这么多恩恩怨怨，怪不得你一定要将他置于死地。所以我一定要杀黄大仙，我要杀皇帝，再杀任天行，杀杀杀！太子，当心隔墙有耳啊！不过我这一辈子，只有一个人不杀，那就是你。太子，我扶你上床休息，你喝醉了。哦，柳敖有密函来吗？是啊，皇上，请过目。哦。皇上为什么这么高兴啊？柳敖这两天就动手，他说几天之内就可以送上大荒兄的人头。那要恭喜皇上了，很快就除掉这个心腹大患了。岳峰，自从得你指点，我的武功进步了很多。太子，你天资过人，真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异才啊。什么人？一个你不认识的人。那你为何来此？我来取飞龙太子的人头。哼，有我在此，你根本不用妄想取太子的人头。好。谁派你来的？太子，他已经咬舌自尽，一定是朝廷派来的。
爹，娘。你好大胆子！哼，你还记得我们吗？爹，娘。哼，你还认我是你爹吗？爹，如烟，你进了威武侯府那么久，享尽了荣华富贵、大鱼大肉，难道你还记得爹跟妈吗？你们听我说。好，你说，为父想知道这么久你不杀飞龙太子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哼，难道说你忘了你的爹跟你娘，还有你大哥，都是中了主上的错金断骨散？你还记不记得，毒发的时候是多么的痛苦？你们别说了。还有，在你现在立足的地方，曾经沾有你大哥的鲜血。大哥，你大哥道，从此不用再受毒发的滋味。可怜我和你娘。娘，如烟，如果你还是柳家的一份子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是的。不过。不过什么？大太子杀死你大哥，你一定要为你大哥报仇。报仇？对，皇上限我们立刻完成任务，所以你要抓住机会。抓住机会？我们会安排一切的，你记住，柳家是不允许失败的。如烟，如烟，太子早。有没有看见柳姑娘？没有啊，今天没见过柳姑娘啊。太子请梳洗。如烟，如烟，飞龙太子不必找了。如烟被你抓去了，他在哪里？如烟究竟在哪里？柳如烟已经死了。不可能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不单只是他，连你都要死。不过太子，你可以放心，你死了以后，如烟会在你身边。如烟，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，而太子你呢，在于太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感情。你，柳家就是皇上聘请的杀手，连柳如烟也是其中一个。原来皇帝派你来的。不错，皇上知道你没有死，就派我爹来杀你，而我就先取你的欢心，后取你的人头。想不到我一世精明，人不及皇帝的毒辣。好，既然今天我要死，我绝不会怪任何人。但是，如烟，我要问你一句，你究竟有没有爱过我？一切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之间只有仇恨。太子，出招吧。旧情，柳家的家训是不许讲情欲的。你在欺骗自己，你绝对不可能瞒过我。如果你真要杀我的话，有很多机会都可以下手，也用不着等到现在啊。住口！你动手啊！
你走吧，不过皇上不会放过你的。如烟，如烟，好一对苦命鸳鸯啊！爹娘，太子说的对，你是不舍得杀他，难道你忘了我们柳家的家训吗？爹。想杀太子，先要杀我。你杀死我儿子？不错。爹娘，如烟，如烟，你怎么样？太子，你不会怪我吗？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说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夺到皇位的话，你就封我为妃。可惜如烟复活。如烟，你放心，你不会死的。太子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一定恨我。刚才我正想向你请罪呢。如烟，如烟。你看看，我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回来。那啊，好。咦，你的伤势？你看看，没事了，我想很快就可以完全恢复了。哎，那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黄大哥，刚才我在集上买东西的时候呢，听见有人说最近有很多绿林山贼啊在魏武侯府出现呢。一定是任天行又勾结那些绿林山贼做不法的勾当。等我完全康复之后，我要找任天行算账。嗯。天龙寨寨主，黑风寨寨主，参见威武侯爷。好好好好，赐酒赐酒，谢。各位绿林英雄，英雄豪杰，我们威武侯爷之广发英雄帖给大家，除了请大家共聚饮酒之外，还要介绍一个人给大家认识一下。醉一酒一杯，好汉齐共会。哎，先敬大家一杯，来，请请请。老二，爹，请飞龙太子出来。是。各位不用惊奇。飞龙太子就是当今皇上的袍兄啊。飞龙太子，参见太子。参见太子。参见太子。诸位英雄，当今这个皇上用奸计迫害飞龙太子，夺取他的皇位，我人家世代为朝廷效忠，不耻他之所为，所以决定付诸太子联合大家的力量重夺皇位。不错不错，我们一定要扶助太子复位。对对对对，敬太子一杯。好，敬太子一杯。多谢各路英雄。来，干。拜见太子。
原来是黑风寨和天龙寨两位寨主，请随便。大太子，到底有什么事使你愁眉不展呢？是啊，所谓食君之禄，担君之忧，太子既然不嫌弃我们这些草莽之夫，还收为己用，我们一定会尽忠太子。是啊，大太子，不管有什么事尽管说出来，让我们两个为你分忧啊。是啊，太子到底有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今天我发现了一个任侯爷死对头的下落，但是我不想任侯爷太费神，我又不知道怎么做才好。很简单，就由我们两个为你效劳就是了。是啊。好，这个人就是黄大仙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的敌人。我和两位素未谋面，我们并不认识。你当然不认识我们了，但是你一定认识任侯爷。任天行。如果你想救张小牛，就跟我出来。黄大仙，你聪明的话就不要乱来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只要你肯拔刀自尽，我们担保他们俩没事儿。黄大哥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啊！好毒辣。怎么样？黄大哥，不行啊！我。还没开杀戒之前，快逃走！小娘，黄大哥，小娘，你为什么不杀死他们呢？杀了他们也是无济于事。任天行，你太没人性，连个小孩子也不放过。任天行，我一定要教训你！任天行，是谁？不请自来，目的何在？你罪恶滔天，竟然连小孩子都不放过！我今天来就是要教训你！侯王府，金银珠宝简直是数之不尽嘛！谁？偷东西！来了，哎呀，黄大哥，黄大仙，你想怎么样？你为了一己霸业，伤天害理，残害无辜。我今天要向张家村的村民做个交代。哼，你这好官闲事的家伙，我给你点厉害看看。快
这个就是给你的教训，希望你以后能觉悟前非，为百姓谋幸福。你走吧。血，人家以后就全靠你一个了。爹，你别这么说，你没事了。葛氏村要经过蓬莱镇的，爹，这幅地图和这个玉玺就是我们人家的信物。参谋图，爹，你没事的。任天晴，多谢你的藏宝地图。何出此言？飞龙的计划早就在你侯爷意料之中了。啊，我中了你的计了。飞龙太子，我们家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恩将仇报。哼，任天行，你表面上帮我重夺皇位，其实你自己妄想篡位夺国。今天我不杀你，明天你就会杀掉我，只不过我让你先走一步。老实告诉你吧，你儿子不是黄大仙杀的，是我叫冷月风杀的。你真狠毒啊！爹，爹，无毒不丈夫。只要我拥有你的财产，我又何愁大事不成？任侯爷，多谢你的藏宝图。飞龙，你没有好死，你不能好死。大太子，黄大仙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哼，任天行他罪恶滔天，死有余辜，我飞龙总算为百姓除了一个大害。我来迟了一步，难道他真是命该如此？岳峰，我们走。飞龙太子，你打算以后去哪儿？四海为家，过一些平淡的生活。请。黄大哥。哎，黄大仙，你真的要走啊？你们的病症已经全都治好了，而任天行也被人除去了，希望张家村以后永享太平。太好了，大仙，你对我们张家村的大恩大德，我们永世难忘，请受我们一拜。起来。大仙啊，如果日后有机会，你要记得回张家村来看我们呢。是啊，好，一定，好，一定好。各位请了，请。哎呀，黄大仙他济世为怀，真是造福我们黎民百姓。是啊。这天教，你不是说回乡下吗？你看看。哦，原来你母亲病重。是啊，黄大哥，求你跟我回乡替我妈治病吧。当然了，医者父母心，我一定要去的。我们马上走吧。真的？怎么你？你什么呀？你快点赶路吧。葛氏村呢，离这儿好远呢。